看我们也去了几下，前面我就先要压我的，吃兵就行，吃金呀。 我感觉能打呀，对面也很脆啊，对面就一个布隆，也很脆的，没什么不能打的。觉得得等我三级。 破破王野区打不过艾克呀，哥们，我救不了你，关键是。阿古尼塔涅斯米达。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운치 화이起来了. 觉得我被一闪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这一个亿把他给他吓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博弈，就高峰弹才能感觉到，这波弹什么翡翠啊、钻石啊，他们都不一定会用闪用屏障的。鲁先这个屏障直接就是白给，博弈啊！跟我愚人之神博弈，还是嫩了点啊，鲁先，还得练。哼，一个亿直接把他吓尿。 他肯定觉得我要一闪，知道吧？这是直播。 好像还有闪，很烦，我的眼也没了。不过现在比他强，打起来的话，我们是优势的。 最爱的排演环节，加了八点法强了，打不死就算了吧。
伤害吗？这果实，你想干嘛呀？什么？在这里站着，以为没眼吗？人家吃过恶作，不要往草里钻，就是直着走，假装大火龙，然后艾克大意，他不知道我们草里有没有眼，骗他一手。 舒服，最爱的排演环节又来了，没打。 那我们的打野才5级啊，艾特没开得到，没毛病，艾特被控死，这得打到几点？不会超过12点吧？我感觉，快了呀！ 吃两个也够了。这个装备很舒服，就是没人投。来吧。先去中路吃，现在支援。这一波过去了也没结果，因为我们少人，我们辅助也不在了。过去的话，如果鲁迅也来，那肯定是要亏。 啊，你这还不可以玩，当然可以玩呀、啊！没办法，人太多了，我不太好去，他们辅助也在的呀。很狂啊，卢鑫啊！ 走了走了，等谁？这一波节奏完美。行。怎么不动了呀，辅助？别坑没打过。 已经排了5个眼了，再排5个眼就点满了。他上野飞起来了呀，这样难打。我们点那个僵尸守卫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拍完眼还会留个眼在后面的。就是点僵尸守卫的好处。 艾克，太浪了。
我们怎么下来了？小心，应该打不过卢锡安。 没打吗？没打不过，破败了，走。 这也太狂了吧，哥们！嗯，我们不是没有闪啊？回了吗？那我必须自己才能走。 敲敲敲敲！啊！勇气的！ 肯定应该是有闪现的。熬夜很正常，但今天应该通不了宵，我感觉我要连胜了。 不太好用用意拦他呀！拉扯，就是拉扯，就是没，各位。
不拉他打不过他。我操，熟悉的感觉，兄弟们。单杀四杠零的永恩，可以。真是熟悉的感觉了，来劲了，各位，我是真来劲了。对这些团，我们有杀戮。这波锁人呀，不不行不行，这波锁人呀，真可以打呀，第一时间落有点怂，第一时间难打了，但是我们阻止了对面打龙。永恩还是肥啊，永恩伤害有点吃不消，你看一下吧，看一下吧，永恩不会单挑吧？哎，他这个图标好像回来了，之前是杂乱的，现在是回来了，我才看到。我得 TP 出来打。别了。没打好，我这急了，我想留永恩。我他现在杀不掉了，盾弓了，没看到。我知道他这么有盾弓，我就不易了。160的盾，明年吧。不会带吧？
我操！W 盾变后仰，加油加油！我操，这波打不赢就炸了，真是。打满了，飞机。打野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秒这个勇，感觉秒不掉，他十五级。十五级盾魔，哎，他 W 很快的。艾克也飞，艾克都冒着了，打野还死了，别打这么乱呀，我们该干事情干事情啊，打完人打龙啊，至于啊，他们可能开大龙，因为艾克活了，说实话如果打的话来不及，永恩，永恩打得很快。来，等我踢出来，等我踢出来，艾克没闪，等我踢，血钻。势在必得，这不，漂亮，开始 ，nice nice， 呜 ，hyper kill， 海龙，拿下了。对面艾克很急啊，看得出来。包翻了呀。
这波艾特没闪没大啊，真的是他真的是。状态也一般。别急，我们兵分两路吧，听我指挥。上路先去守一下，上路我去守，我应该打得过永恩，但是我感觉我差打更快一点呀，不一定打得过永恩，他腹地躲空了，不是很好说。现在不斗鲁德，鲁德被削了呀，十二秒 CD， 然后零星链锁也没了，有点沮。不斗鲁德，那鲁德去休息吧，或者受伤了可以说。给大家都带走。哎、yeah， 有云没闪你就死，为什么卢锡安就两连套打我这么疼啊，各位好痛啊，播一播一播，爽！爽赢！我们前面下路抓的也好呀。